我前面男生先三个到前面第一批。你是男生哦、啊，第一批，等一下八宝就是你们会跟在他旁边那边，然后等一下、哦，八宝就这样，先这样做。先全部出来了，我们就直接排一个位置。我只要抓他的位置，你就知道。不是，我是说大家的位置。对，不用，我只要。我现在只要先拍一个慢动作就好了。好，所以，八宝先帮我站着。我先告诉你，我想要他大概是怎样就好了。他，我想要是都要有，整全身的。然后，所以他后面人会增加。我就是像安国说，他就是快慢，切一拍，然后人变多。帅一点，逻辑上是长这样。对啊。OK， 好，我排了四个男生在他旁边，我跟他们讲。对，下午在。OK， 然后记得表情管理，不要很干。懂我意思吗？应该是不太可行吧。不行吗？还没有进入状况吗？对，进入状况。是。然后就是从后面这样跟上吗？对啊，对。OK， 就是第一拍，例如说第一拍出来是四个人，然后第二拍出来是就是八个人，但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。所以我才想不要这样子，全身就更看不到了。我就说你先叫所有人出来，你看一下画面，你比较知道会到底拍到什么东西。那你们都先帮我站出来，先帮我站出来，站大家跟着走的位置。先帮我站出来。先帮我出来，同学。那个水不要灌，然后他就全掉下来。快点，好吗？他说先灌到。来，全部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后面的女孩们都出来，出来。对啊，你如果要全身，就会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来，公司走啊！我要叫我妈带，我要带。那如果因为我不去，我上半第一拍人少，第二拍人多了。或者是慢动作，他们这样子走出来。从这边鱼贯式的这样一拍，然后再接前面的人多人少变人多，天才，郭天才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拍一整段了，拍一整段试试看。对啊，然后我只是说你待会人第一面第一排人可能要多一点，不然会很没有人。我们第一排的就是先等下站位，对，第一排就是超就是这样嘛。对，然后就是能站越宽越好，就是我们尽量把整个走廊都站满。对对对，看起来会比较有气势。你很会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对啊，想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老师，我们再进去一次。好，进去。等下出来大概就长这样。等下我们的队形就长这样哦。我有来，你我会帮你出发打。直接没有开一集。来帮你出发。来吧，我们要打的人都进去，爸爸进去。有外籍的，外籍进来的。他们这个都知道干嘛？所以你副歌前一排，我觉得应该要先下来吧。你这边有要对嘴吗？还是其实不用？其实不用。啊，那你可以叫他不要对嘴啊。还是他其实没有对？他唱了就加减。不是、啊、你他唱了，我们怎么慢动作？好啊，好啊，你看。我懂你意思。八宝这边不用对嘴，我们就走就好，你就是帅帅的走路。好。好来哦，准备哦。各位后面的同学。那老师也要跟着我们走。来倒数。五六，副歌，一，五六七八。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来到
对啊。哇好了，开开。好看。等一下，上次去学校打折的时候，我是买了空空的，然后感觉就第一胎出来，好，第一胎出来，不是我晕了，对啊，其实就这样而已啊。好，走，回去，玩水，这样子，你要再回去。最后一次，动作快，每次都打折的快。我还有一个想要送的，还没开完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走。对对对。加个没，就是对啊，没有效果啊。大家快点哦！哎，他再一次，刚到还是有没有什么跟他们讲？不好，那怎么办？要叫他们做动作，我觉得你要边走边讲话。他们刚刚那个后空翻哎，后面有后空翻，没有啦，没有，这么酷。你好，加油！如果是刚刚那个情况，其实我只要前面几个男生就好了，因为其实后面带不太到啊，但还是看得到。我觉得先都不穿没关系，因为真的穿的时候至少是真的有人。好了，看你要什么啦，我也不知道你要什么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你就让前面的路是，因为他的角度是平的，他不是，不然你就是要高一点，因为高就没有那个不是很正常的角度哦。我后面有高啊。好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这样子就要更再离他更近，对，就要离他更近。好吧，等一下，我们就再等一下再一个吧，再一个，然后我们全部再讲一个。